237。少见红书知无将意增兵急攻。城中粮谷已尽外无强。就红自度必不免忽立誓谓曰。原是无道所图不轨且不救红郡将。红于大义不得。不死今诸君无事空于此祸。可先城未败将妻子出。将立。市民皆垂泣曰：民府与袁氏本无怨隙，今为本朝郡将之故，自致残困，吏民何忍当舍民府去也？初上爵属主金角，后无可复食者，主不起内除米三斗，请中分烧以为糜粥。红叹曰：独食此何味？食作薄粥，悉分破之，杀其爱妾以食将士。将士嫌流涕，无能养视者，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，莫有离叛。城县少升职红，少肃亲红，盛师为慢，大会诸将见红，谓曰：臧红何相负若此？今日服魏，红据地称目曰：朱元是汉，四世武功，可谓受恩。今王室衰弱，无服役之意。欲因忌讳，希冀非望，多杀忠良以立奸威。红亲见呼张臣刘卫兄，则红辅君亦一位弟，同共角力，为国除害，何谓永熙官人屠灭？袭红历烈，不能推任，为天下报仇，何谓服乎？少本爱红，意欲令屈服，原之。见红辞妾之中不为己用，乃杀之。一红一人陈荣少尉书生亲慕红，随红卫东郡城。城未败，红遣出。少令在座见红当死，其谓少曰：将军举大事，欲为天下除暴而专先诛忠义，岂合天意？臧红发举为郡将，奈何杀之？少惭，左右使人牵出，谓曰：汝非臧红仇，空负而威。荣固曰：夫人亦其有常，道之则君子，背之则小人。今日宁与臧红同日而死，不与将军同日而生。复见杀，在少。作者无不叹息，且相谓曰：如何一日杀二烈士？先是红遣司马二人出，求救于吕布。李还成以县皆负敌死。注意徐熙三国评曰：红敦天下民意，救救君之为其恩。 PG 238。足以感人情，亦足以立薄俗。然原意知己亲友之为周郡，虽非君臣，且识盟主，既受其命，亦不因二。原曹方慕家府王氏吕布反复无意，志在逆乱而秒超善吏部为周穆齐于王法，乃一罪人也。曹公讨之，袁氏服救，未未非礼也。红本不当救袁请兵，又不当还未怨仇。为红计者，苟利所不足，可奔他国以求复救。若谋利未斩以待时机，则宜徐更关信孝死于超。何必誓守穷城而无变通，身死铁名，功名不利，良可哀也。平曰：吕布有萧虎之勇，而无因其之略，轻剿反复为利。是是，自古及今，未有若此不一灭也。习汉光武谬于庞蒙，晋魏太祖亦避于张邈。知人则折，为帝难之，信矣。陈登、臧洪并有雄气壮节，登将年素允，功业未遂，洪以兵弱敌强，劣质不利，习哉。PG 239。三国志卷八魏书八。二公孙陶四章传第八。公孙瓒字伯归，辽西令之人也。令因郎定反。知因起而反。魏郡门下书左。有资仪大阴生，侯太守弃之，以女妻焉，亦遣一擢郡卢直读经。后复魏郡吏。刘太守作事争议庭。魏暂为御车，身执土养。及刘喜日南，暂聚米肉于北邙上。季先人举商注曰：昔魏人子，今魏人臣，当诣日南。日南
瘴气或恐怖骸与仙人词于此。再拜慷慨而起，实践者莫不屈膝，留道的涉骸。赞以孝廉卫郎，除辽东蜀国长史。常从数十骑出行塞，见鲜卑数百骑，赞乃退入空庭中，曰其从其曰。既不冲之，则死尽矣。赞乃自持矛，两头施刃，持出刺胡，杀伤数十人，亦亡其从其半，遂得免。鲜卑成爱，后不敢复入塞。迁未着令，光和中凉州贼起，发幽州徒骑三千人，驾赞。都督行事传，使将之。军道纪中，于杨张纯又辽西乌丸丘立居。本叛劫掠纪中，自号将军，二略立民公右北平，辽西蜀国。诸城所至残破，赞将所领追讨纯等有功，迁其都尉。蜀国乌丸贪至王律种人亦赞将，迁中郎将，封都亭侯，进屯蜀国。与胡相攻及五六年，丘立居等超略清徐幽冀四州被齐。害赞不能御，注一点略曰：赞性辩会，每白事不肯稍入，常总说数曹。是吾有望物，太守其奇才。注二九州春秋曰：纯自号弥天将军、安定王。PG 240，朝议以宗正东海刘伯安继有的意，席为幽州刺史，恩姓刘。这戎狄附之，若使政府可不劳息而定，难以留于为幽州牧。亦于道遣使至湖中，告以利害，则使宋纯守。丘立居等闻，于至喜，各遣役自归。赞害于有功，乃因使人绞杀胡使。胡知其情，贤行异于。于上罢诸屯兵，但刘赞将不齐万人屯右北平。纯乃弃妻子，逃入鲜卑，为其客王政所杀，宋守异于。封政卫列侯，于以功即拜太尉，封乡奔侯。二会董卓至洛阳，迁于大司马，赞奋武将军，封季侯。注意吴书曰：于东海公王之后也，遭事衰乱，又与时主疏远，是县尉护曹吏，以能置身奉职，赵魏俊吏以孝廉尉郎累迁至幽州刺史，转甘陵乡，甚得东土戎狄之心。后以及威加长将申隐曰：与一党周驴同乐共叙，等其有无不以名。魏自书相取贤共宗之，时相取有所诉讼，不以义利，自投于平之。予以情理为之论判，皆大小敬从，不以为恨。常有失牛者，骨体毛色与于牛相似，因以为是，于便推与之。后主自俄本牛，乃还谢罪。会甘霖复乱，立名思于志行，复以为甘霖乡。甘霖大治，征拜尚书令光禄勋，以公族有礼，更为宗正。英雄契曰：于魏国平令，至正推平，高尚淳朴，境内无盗贼，灾害不生。石陵县皆壤，蝗虫未害，治国平界，非过不入。魏书曰：于在幽州，清静简约，以礼义化名。灵帝时难公灾，历迁补州郡者，皆择铸至公前，或一千万，或二千万。富者以私财变，或发明前已备之，贫而轻甚者，无以充条，或至自杀。灵帝以于清贫，特不使出钱。注二英雄记曰：于让太尉因见谗魏赵模，益州牧刘焉。豫州牧黄绾、南阳太守杨旭并任魏公。PG 241，关东御兵起，卓遂竭地西迁，征于魏太傅道路格塞，信命不得志。袁绍、韩馥义以为少帝至于奸臣，天下无所归心。于宗室之名，民之望也，遂推于魏帝。遣使亦于中不肯。绍等复劝于领尚书事，承制封拜，于又不听，然有与绍等联合，
亦于子何谓事中，在长安。天子思东归，是何谓逃卓？前出五关一隅，令将兵来迎。何道金元术，未说天子意。树立于魏元，留何不遣？许兵至巨溪，令何谓书与鱼？鱼得何书？乃遣数千骑一合。赞之术有意志，不欲遣兵，止鱼。鱼不可。赞巨术闻而怨之，亦遣其从地越将千骑一数以自捷。而因教术直合夺其兵。由是于赞亦有隙。何逃数来北赴，魏少所留。注一九州春秋曰：少副使故乐浪太守甘霖张其机意义。于使即尊号。于厉声喝其曰：卿敢出此言乎？忠孝之道，既不能济，孤受国恩，天下扰乱，未能竭命以除国耻，望诸州。俊烈一之视角立西面，援营右主，而乃妄造逆谋，欲图污忠臣。邪。吴书曰：父以书与袁术，云帝非孝灵子，欲衣将冠诸。废少主，迎立代王故事，称于功德至行，华夏少二当今公事。知蜀皆莫能及。又云：携光武去定王武氏，以大司马领和。北耿偃冯异劝及尊号，足代更始。今刘公自公王之别其。数亦武以大司马领幽州牧，此其与光武同。是时有四星会，于基伟复称趁云神人将在燕分。又言既因男子王定的玉印，闻曰于魏天子。又见两日出于代郡，位于当代立。少又别，书报数。是时数因有不臣之心，不立国家有长主，外托公义以达据。知。少亦使人私报于于以国有正统，非人臣所宜言，故辞不去。乃欲图奔匈奴以自绝，少等乃止。于于是奉职修贡，寓意 PG 242。公诉诸外国羌胡有所贡献，道路不通，皆未传送至之今。是。是时数遣孙坚屯阳城拒卓，少使周昂夺其楚。数遣越语，监公王不生，越为刘使所终死。赞怒曰：余弟死，或起于少。遂出军屯盘河将以报。少。少惧以所配渤海太守应受受赞从弟范，遣之郡欲以结。元。范遂以渤海兵助赞，破清徐黄金兵亦胜。进军借桥。亦以严刚为冀州，田凯为青州，丹京为兖州，至诸郡县。少军广川，令将取义先登与赞战，生秦刚。赞军败走渤海与范。据还记于大城东南筑小城，与余相近，稍相恨望。注一点略载赞表少罪状曰：臣文皇昔以来时有君。臣上下之事，彰化已岛民，刑罚已尽报。今行车骑将军袁绍，颇其先轨，叩窃人爵，即兴暴乱，绝行淫秽。席位私立校尉，会执国家丧祸之际，太后承赦，何事辅政？少专为邪魅，不能举职，致令丁原焚烧孟津，招来董卓，造位乱根，少罪亦也。卓既入洛而主见职，少不能全绝以济君父，而弃置劫船，蹦窜。逃亡舔入绝命，背上不忠，少罪二也。少为渤海太守莫选戎马当公董卓，不告父兄，致使太傅门户太仆母子一旦而必不仁不孝，少罪三也。少进兴兵，设立二年，不恤国难，广自封职，乃多以资粮专为不及，割剥赋事，收考则前百姓，欲皆莫不痛怨，少罪四也。韩馥之破，窃其虚位，剿命赵恩。客金印玉玺，每下文书，造囊诗简，文曰：诏书一封，抗乡侯。印抗口浪反，袭兴世之乱，见以极真。今少所失，女儿方知少罪无也。少令崔巨业后世新日，才获禄仪与共饮食。
贺齐会合公超郡县，此起大臣所当一位。少罪六也。少与故。PG 243。虎牙都尉刘勋守共造兵，勋仍有效，又降服张扬，而以小奋往。害于勋，信用谗特，杀害有功，少罪七也。少又上故上古太守。高焉故甘霖相遥共，横则其前，前不被毙，二人并命，少罪。八也。春秋之义，子以母贵。少母亲未必使，少时为贱不可。以为人后，以义不疑，乃具封龙之重任，舔乌王爵，损入元宗。少罪九也。又长沙太守孙坚，前领豫州刺史，驱走董卓，扫除灵庙，其功莫大。少令周昂道居其位，断绝奸粮，令不得入。使卓不被诛，少罪十也。陈佑美的后将军袁术书云：“少非数类也。少之罪力，虽南山之竹不能载。袭击周正若，王道凌迟。天子迁都，诸侯背叛，于是其桓立柯廷之盟，晋文魏建土之会。伐金楚以至金毛诸曹，颤以张无礼。臣虽踏荣，名非先贤。蒙被朝恩，当此重任，直在夫月奉辞伐罪，者与诸江州郡兵。郝绍等，若是克节罪人私德数续还，文中成之效攻战行。状前后续上。遂举兵与少对战，少不生。余惧赞未变，遂举兵袭赞。余为赞所败，出奔居庸。赞攻，拔居庸，生获于直于海际。会卓死，天子遣使者断讯曾于义。都六州，赞迁前将军，封义侯。赞乌于欲称尊号，携讯斩于。一赞上讯为幽州刺史。赞遂交金，既过望善，多所贼害。二余从事于杨仙于府，齐州齐都尉仙于营等绿州兵欲报。赞以燕国颜柔素有恩信，共推柔为乌丸司马。柔招诱乌丸，鲜卑得胡，汉数万人与赞所置于杨太守邹丹战于路北大，获之斩丹。袁绍又遣取一级于子和将兵于府合集赞，赞军数败，乃走还一金固守。三位为欠十众，于欠里筑金皆高五六丈，为楼其上。中欠为金特高十丈，自居焉，击鼓三百万斛。四赞曰：“习为天下事，可指挥而定。今日事之，非我所决，不如修兵立田蓄谷。”兵法百楼不攻，今无楼虏千众。PG 244。时尽此谷，足知天下之事矣。欲以此避少，少遣将攻之，连年不能拔。武建安四年，少西军为之。赞遣子求救于黑山贼，父欲自江图其直出，傍西南山，永黑山之西，路梁冀州横断。少后。长史官进说赞曰：“今将军将士皆以土崩瓦解，其所以能相守持者，故练其居除老小，以将军为主耳。将军坚守旷日，袁绍要当自退。自退之后，四方之息必复可和也。若将军今舍之而去，军无阵重，一经之围可立待也。将军失本孤，在曹也何所成邪？”赞遂止不出。又救至欲内外极少，遣人与子书刻其兵至，举火未应。七少侯者的其书如其举火，赞以为救兵至，遂出欲战。少设伏击，大破之，复海守。少为地道涂坏其楼，烧至中京。八赞自知必败，尽杀其妻子，乃自杀。九注一位是春秋曰：出刘于何及戎狄，赞以狐疑难遇。邦因步兵而讨之，今加财赏，必益轻汉，效一时之名，非久长。深虑，故于所赏赐，赞折超夺。于数请会，称疾不往。至是战败，于欲讨之，告东曹愿右北平人魏攸。攸曰：今天下引领，
以功未归，谋臣爪牙不可无也。赞文武才力足事，虽有小恶，故宜容忍。乃止。后一年，忧病死。于又与官属议逆，令西袭赞。赞不取，放散在外，自去拜绝东城门欲走。于兵无，故武不袭战，又爱民屋，敕令勿烧。故赞的放火，因以精锐冲突。于西大溃，奔居雍城。赞攻及家属以骸，杀害州府一贯善事殆尽。典略曰：赞报于于氏而著曰：若应为天子者，天当降雨救之。时盛暑，近日不雨，遂杀于。英雄既曰：于之见杀，故常山乡孙瑾、愿张毅、张赞等忠义奋发，相与救于。骂赞几口，然后同死。著二英雄既曰：赞统内外，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一使。PG 245。困在穷苦之地，或问其故，答曰：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事富贵之，皆自以为值当的之不谢人善也。所宠欲骄恣者，类多庸耳。若故卜术士刘伟台、范增李仪子、贾仁乐何当等三人，与之定兄弟之事，自号魏伯。魏三人者，魏仲熟计，复皆聚义，或娶其女以配及子，常称古者。曲周、灌婴之属以辟也。著三英雄记曰：先世有童谣曰：雁南垂，赵北记中，央不合大如利，唯有此中可避世。赞以义当之，乃著今固守。赞别将有为敌所为，亦不救也。其言曰：救一人，时后将事就不力战。今不救此，后将当念。再自勉。是以袁绍使北极之时，赞南界上别营自度守，则不能。自故又知必不见救，是以或自杀其将帅，或为绍兵所破，遂令绍军进至其门。陈松之以为童谣之言，无不皆厌。至如此计，似若无争。谣言之作，盖令赞忠实保义，无事远略。而赞因破黄巾之危，亦至张远，遂至三州刺史，屠灭袁氏，所以致败也。故四英雄计曰：赞诸将家家各作高楼，楼以千计。赞作铁门，居楼上，屏去左右，必窃视侧，及上文书。著《武汉晋春秋》曰：袁绍与赞书曰：孤与足下，既有钱，蒙就要深以讨乱之事，爱过宜熟，分着丹青，未为履历同。鬼族种齐，尽故解应世服，以北代南，分割高于以奉职。是此非孤赤情之名厌邪，其物足下弃烈士之高义，寻祸亡之。显宗辍而改律，以好意愿到遣士马，犯报豫州，使闻甲卒在南亲临战臣，聚于飞使迸流，狂刃横极，以众足下之祸。徒曾孤子之旧姓也，故未见书肯册，即可改悔。而足下超然自意，惊其威诈，为天王可吞，豪雄可灭，果令贵帝陨于风。任之端私言犹在于耳，而足下曾不寻讨或援，克心罪己苟。欲逞其无疆之怒，不顾逆顺之经，逆愿害民，聘于愚公。岁月 PG 246。马控贤除我疆土，独昧声名，孤言白骨。孤辞不惑矣，以登借桥之意。是时足下兵器停阵，骏马电发，胡师徒赵和机械不言强弱殊科，西寡议论，驾天之柱，小战大克，遂临灭奔。被因雷管谷，此非天威匪臣，扶风有礼之福表乎？足下至游，魏燕乃复纠合于禁，虑我谋贼，以焚若渤海。孤又不惑宁，用及龙和之师，雷兵前右，大军未济，而足下胆魄稀散，不鼓而败，兵息扰乱，君臣并奔。此又足下之位，非孤之救也。四此以后，或系迷身，孤之士旅不生其愤，遂至击师未惊，投卢满也，民彼无辜，未尝不慨然失涕也。
后彼得族下书此意，婉曰：“有改往修来之言。胡计心于旧好克复，且敏照明之不宁。每者隐师难驾，以顺简书。浮盈一时而北边与袭之文未尝不至，孤是用痛心疾首，弥所错情。夫楚三军之帅，当列将之。任一力怒如炎霜，喜如时雨，臧匹好恶，坦然可观。而足下二三骑的强弱一谋，急则取攻，缓则放逸，行无定端，言无只要，为壮士者故若此乎？既乃残杀老弱，忧土愤怨，惜叛亲，离截然无党。又乌丸、惠墨皆足下同舟，普与之书俗各。奋训激怒，争位锋锐。又东西鲜卑，举种来赴，此非孤德所能。昭乃足下屈而治之也。夫当荒为之事，处干戈之险，内为同盟之事，外施戎狄之心，兵心周攘，或发骄强，将以定罢不亦难乎？前以西山陆梁出兵平讨，会取一余残，为诸逃命，故遂助大军分兵扑荡，此兵孤之前行，乃借桥牵其拔垒，先更制敌者也。使闻足下捐金于此，命以元帅，未当英姿奋发，以报孟明之耻。是故战夫引领，耸望惊佩，怪岁寒光一影急，而吾闻足真屠灭，相未袭之。夫有平天下之怒，惜常世之功，原欲师徒代养戎马，叛者无讨，俘者不收，危怀病丧，何以立名？今旧今克复，天网云捕，罪人思亡，忠干异化，华夏眼然望于木之作，将及干戈，放散牛马，足下独何守区区之势？ PG 247。保军内之广，干恶名已速朽，王令得之久长，壮而仇之，非良策也。一世汉除贤，敦我就好。若思言之殿，皇天是闻赞不达，而增修容备。为官进曰：当今四方虎争，吾有能作无？城下相守今年者名矣。云本出其若我何？祝六英雄既曰：关进自是起，太原人，本酷吏也，产儿吾大谋，特为赞所幸幸。祝七点略曰：赞遣行人文则赍书告子胥曰：袁氏之功，似若神鬼，鼓角鸣于地中，踢冲五吴楼上，日穷月促，无所聊。赖汝当遂守于张燕，素质清寂，道者当起烽火于北，吾当从内出，不然吴王之后，天下虽广，汝欲求安足之地，岂可得乎？献帝春秋曰：赞孟继成崩之必败，乃遣贤使与叙书，少后者得之。使陈琳更其书曰：盖文在袭衰周之事，将户流血以为不然，岂亦今日身当其冲？其余于雨典略所载。同祝八英雄记曰：袁绍分不公者，绝地未到，穿穴其楼下，稍稍失木柱之度足达半，便稍所失之柱楼折倾倒。祝九汉晋春秋曰：关进曰：吾闻君子陷人于为，必同其难，岂可独生乎？乃策马赴少军而死。少西送其首于许，先于府将其西奉王命，以抚慰建中将军，渡幽州六郡。嗨，卒与袁绍相聚于官渡，颜柔遣使议太祖受事，迁户乌丸校尉。而抚身议太祖，拜左度辽将军，封亭侯，遣还镇抚本州。一太祖破南皮，柔将不取及鲜卑县名马以奉军，从征三郡乌丸，以攻封关内侯。而抚义律其西从，文帝建作拜抚虎牙将军，柔度辽将军皆进封县侯，未特进。注一位略曰：抚从太祖于官渡，袁绍破走，太祖喜故。 PG 248。魏府曰：如前岁本初送公孙瓒投来，孤自是忽然而今客之，此即天意，一二三子之力。
祝二位略曰：太祖甚爱颜柔，梅谓之曰：我是亲如子，亦欲亲视我如父也。柔由此自托于武官江，如兄弟。豪迁自公祖，丹阳人。一少好学，谓诸生，是周少举。茂才除卢令，二千幽州剌史，征拜一郎，参车骑将军张温。军事西讨韩遂。三会徐州黄巾起，以千位徐州剌史及黄巾破走之。董卓之乱，周郡起兵，天子都长安，四方断绝。千遣使贤行至贡献，迁安东将军、徐州牧，封溧阳侯。是时，徐州百姓殷盛，谷米丰善，流民多归之。而迁被盗任秦、广陵。太守也携诏谕，徐方名士也以忠直谏书。四曹洪等谗特，小人也迁亲任之。行政失和，良善多被其害，由是渐乱。下裴缺轩自称天子，迁出与何从寇超，后遂杀轩，并其息。注意吴书曰：迁父故于尧长，迁少孤，时已不羁文娱。献忠年十四，由坠伯未翻，乘竹马而戏，一中儿童皆随之。故苍梧太守同献干公出狱之途，见其容貌，一而呼之，驻车语。语甚悦，应许妻以女。干公夫人闻之，怒曰：妾闻陶家儿敖戏无度，如何以女许之？公曰：彼有其表，常必大成，遂妻之。著二吴书曰：谦性刚直，有大节，少察孝廉，拜尚书郎。除书令郡守张盘同郡先辈，与谦父有一书亲之而谦耻，谓之屈。与西还城，因以公事进谏，作罢。盘常思还入与谦饮宴，或拒不未留，常以吴属谦，谦不未起，故强之。及午又不转，盘曰：不当转邪？曰：不可转，转则胜人。由是不乐，足以构戏。谦在 PG 249。关清白：吾以纠举辞灵星，有银钱五百，欲以赃之。谦委官而去。著三吴书曰：会西羌寇边，黄甫松未征西将军，表秦武将，召拜千阳武都尉，与松征羌，大破之。后边章韩遂未乱，司空张温携命征讨，又请千位参军士，皆欲甚厚，而千亲其行，是心怀不服。集军罢还，百僚高会温属千行酒，千息入温。温怒，徙千余鞭。或说温曰：豪公族本以才略见重于公，一朝以罪引过失，不蒙容待。元气不毛，厚德不忠，四方人士安所归望？不如是汉除恨，克复出分，与以远闻得美。温然其言，乃追海谦。谦至，或右谓谦曰：足下侵入三公，罪自己作，今蒙事又得莫厚矣。一将至卑辞以谢之。谦曰：莫。又谓温曰：陶公祖今身自罪责，思在变革，谢天子礼毕，必一公门，公一见之，以为其意。时温于公门见谦，谦仰曰：先自谢朝廷，岂为公邪？温曰：公祖吃病，尚未除邪，遂为之置酒，待之如初。著四谢成后汉书曰：欲年十三，母长病，今设三月，欲惨妻消极，至目不交结，卧宿出过，祈祷气血，乡党称其孝。旧楚氏东莞齐冠军受公扬传，兼该偶业。至历年前至，不亏元。虎亲户悉见其面。时入定省父母，须臾及骸。高洁廉政，报礼而立，清音掩客，莫干其志。今善以心化，单邪以狡俗。周郡请诏，常称病不应。国相谈谋，臣尊共诏不起。火心盛怒。终不回意，举孝廉，除举常，宣扬武教，正为国表。会黄巾作乱，陆梁五郡，郡县发兵，以为先办。徐州刺史八指表功第一，
帮手牵赏，欲身以为耻。委官海家，徐州木桃迁出辟别驾从事，辞疾训顿，迁重令扬州从事会稽吴范宣旨，欲守一不移。欲威以刑罚，然后乃起举茂才迁广陵太守，贼则荣从陵怀建讨 PG 250奉入郡界，欲将兵拒战，败绩见害。初平四年，太祖征迁，攻拔十余城，至彭城大战，迁兵败走，死者万数，泗水为之不留。迁退守潭，太祖以粮少引军骸。一清平元年，赴东征，略定琅邪、东海诸县。迁恐欲走归，丹阳会张邈叛迎吕布，太祖还疾部，是岁迁病死。二，注意吴书曰：曹公父于泰山被杀，归咎于迁，欲伐迁儿，为其强，乃表令周郡一时罢兵。诏曰：今海内扰攘，周郡起兵，征夫劳瘁，寇难为米，或将力不良，因援讨捕，轻侮黎民，离害者息。风声流闻，震荡成邑，秋强聚于横抱，真良化为偶。恶死何一呼报新旧坟，善活止废灾。今四名流遗脱身他方，西白首于山野，弃稚子于沟壑，故故乡而哀叹，向阡陌而流涕。饥饿困苦，亦已甚矣。虽回王者之弥谬，思奉教于今日，然兵连西节，封敌不也，恐一朝解散，细见细鲁，是以祖兵屯聚，欲止而不敢散也。诏书道：其各罢遣甲士，还亲农桑为刘长。元立以公官署，卫士远近，贤使闻之。迁被诏，乃上书曰：臣闻怀远柔服，非得不及；克难平乱，非兵不济。是以涿鹿、阪泉、三苗之野有五帝之师，有户、鬼方、商。燕四国有王者之伐，自古在习，未有不扬威以米乱，朕无以止。报者也，臣前初以黄金乱治，受策长驱，匪黄齐楚，虽献张赤借奉宣威灵进行天诛，每伐折客，然腰扣累息，殊不畏死。父兄坚毅，子弟群起，至屯联兵，至今未患。若成命解甲，若国自虚，是吾辈以资乱，损官威以益寇，今日兵罢，明日难避。至上舔朝廷宠受之本，下令群凶日月滋蔓，非所以强干弱之恶止乱之物也。臣虽愚弊，终恕不招，报恩念报，所不忍行。折乐不取，身令警备，出山强寇，唯利事事入宣德则供奉。PG 251执事绩效为劳，以赎罪赋。又曰：华夏废扰，于今未米。包茅不入，职贡多缺，寤寐忧叹，无日感宁。诚思贡献必至，见修或通，然后削封解甲，臣之愿也。臣前调谷百万斛，已在水次折赤兵颤送。曹公的迁上士之不罢兵，乃进攻彭城，多杀人民。迁引兵及之，青州刺史田凯亦以兵救迁，公引兵骸。陈松之案，此时天子在长安，曹公尚未秉政，罢兵之诏不得，由曹氏出。注二吴书曰：迁死时年63，张昭等谓之哀辞曰：一于使君君侯将军，因秉义的允吴允文，体足刚直，守以温人，令书及卢遗爱于民，慕忧继徐甘棠弑君，景景仪莫赖侯以清，蠢蠢腰扣，匪侯不宁。为帝念基，绝命以彰。既木且侯，其土立阳。遂升上江，受号安东，江平市南，社稷。是崇，将年不勇，掩乎卒轰，丧父失事，民之困穷。曾不旬日，五郡溃崩，哀我人思，将使养平。追思米及，仰教黄琼。呜呼哀哉，迁二子商应皆不是。张扬自治熟云中人也，以吴庸给并州，为吴猛从事。
林。帝末天下乱，帝以所宠小黄门简硕为西原上君，校尉君京都。欲以御四方，争天下豪杰以为偏裨。太祖及袁绍等皆为校尉，属之。一并州刺史丁原遣杨将兵易硕为驾司马。灵帝崩，硕为何进所杀。杨父为进所遣，归本州募兵得千余人，因留。上党及山贼，进拜董卓作乱。杨遂以所将攻上党太守于湖关不下，略诸县，西至数千人。山东兵起，欲诛卓。袁绍至河内，杨与绍和父与匈奴单于于夫罗屯漳水。单于欲叛绍，杨不从。单于执杨与俱去，绍使将取义追及于雁南，破之。班于执杨至黎阳，攻破度辽将军耿止军西复镇。卓以杨为建议将军、河内太守。 PG 252。天子之在河东，杨将兵至安邑，拜安国将军，封晋阳侯。杨欲迎天子还洛，诸将不听。杨还也亡。建安元年，杨奉董承韩先侠天子还旧京梁伐。杨以粮营道路，遂至洛阳。魏诸将曰：“天子当与天下共之，幸有公卿大臣，杨当汉外难。何事京都？”遂海野王，即拜魏大司马。二杨素与吕布善，太祖之为部，杨欲救之，不能，乃出兵东市，姚魏之事。其将杨丑杀杨以应太祖。杨将虽故杀丑，将其西欲北和袁绍。太祖遣使唤妖吉，破之于犬城，斩故尽收其西也。三注意灵帝纪曰：以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，屯其校。魏豹红为下军校尉，一郎曹操为典军校尉，赵荣、冯方为驻军校尉，夏谋、淳于琼为左右校尉。注二英雄纪曰：杨信人和，无威行。下人谋反，发觉对之涕泣，折元不问。注三点略曰：故自白兔，既杀杨丑，军屯射犬。时有乌借故曰：将军自兔而此亦名犬，兔见犬，其势必惊，宜及宜去，故不从，遂战死。公孙度自生计，本辽东乡平人也。杜复言必立居玄兔，任杜为郡吏。时玄兔太守公孙玉子豹年18岁，早死。杜少时名豹，又与玉子同年，遇见而亲爱之，遣旧师学，未娶妻。后举有道，除尚书郎，稍迁冀州刺史，以姚延免。同郡徐荣为董卓中郎将，见杜为辽东太守。杜起玄兔小吏，为辽东郡所亲。先时蜀国公孙昭守襄平，令赵杜子康为武长。杜道官收招吃杀于襄平氏。郡中名豪大姓田少等素欲无恩，皆以法诛，所一灭百余家。郡中镇立东伐高句丽，西及乌丸，威行海外。初平元年，杜之中国。 PG 253。扰攘于所亲吏柳毅、杨仪等曰：汉作将决，当与诸卿图王耳。一时襄平言李涉声大，时常帐于下有三小时未知足。或谓杜曰：此汉宣帝冠石之祥，而李明与先君同。涉主土地，明当有土地，而三公未服也。杜亦喜，故河内太守李敏郡中之名，恶杜所谓恐未所害，乃将家属入于海。杜大怒，掘其父以剖棺焚尸，诛其宗族。二分辽东郡为辽西中辽郡，置太守。越海收东莱诸县，置瀛州刺史。自立为辽东侯、平州牧，追封复言为建义侯。立汉二祖庙，城置设坛善于襄平城南，交祀天地，借田置兵。城栾路、九流、矛头与旗。
太祖表杜为武威将军，封永宁乡侯。杜曰：“我王辽东，何永宁也？”藏应受武库。杜死，子康嗣。魏以永宁乡侯封地公。是岁建安九年也。著一魏书曰：“杜与义宜趁书云孙登当为天子太。”守姓公孙，字生季，生即登也。著二晋阳丘曰：“民子追求敏，出塞，月二十余年不娶。”周礼徐邈则之曰：“不孝莫大于无后，何可终身不娶乎？”买娶妻生子，婴儿遣妻，常如居丧之礼，不生忧，数年而卒。应生不是父母，即有事，书时哀妻亦如三年之丧，以祖父不知存。王赦主奉之。由是之名，是至司徒。陈松之案，本传云闽江，家入海，而父与子相失，未详其故。十二年，太祖征三郡乌丸，屠柳城。袁尚等奔辽东，康斩。宋上守，与在武纪，封康襄平侯，拜左将军。康死，子晃渊。耿介晓，西立功为辽东太守。文帝建作，遣使及拜功为车骑将。PG 254。君驾节，封平郭侯。追赠康大司马。初，公病因萧魏燕人列弱，不能治国。太和二年，渊挟夺公位。明帝即位，拜渊阳烈将军、辽东太守。渊遣使南通孙权往来路仪。一权遣使张弥、许彦等积金玉珍宝，立渊。魏燕王渊亦恐权远不可视，且贪货物，又至其使西斩宋弥。燕等守二明帝于是拜渊大司马，封乐浪公、持节、领郡儒。故三使者至，渊设甲兵为君臣，初见使者，又数对国中兵，客出恶言。四景初元年，乃遣幽州刺史吴秋俭等赍玺书征渊。渊遂发兵，逆于辽遂与俭等战，俭等不利而还。渊遂自立为燕王，置百官有司。遣使者持节驾鲜卑丹于玺，封拜边民，又呼鲜卑，侵扰北方。五二年春，遣太尉司马宣王征渊。六月，军至辽东。六渊遣将军卑衍、杨作等不齐数万屯辽遂，围堑二十余里。宣王军至，令衍逆战。宣王遣将军胡遵等急破之。宣王令军穿围，引兵东南，向而及东北，急趋襄平。衍等恐襄平无守，夜走。诸军进至守山，渊复前沿等营军殊死战，复及大破之，遂进军造城下，未为堑。会淋雨三十余日，辽水暴长，运船自辽口进至城下。雨季其土山修鲁未发石连弩射城中。渊窘急，梁晋人相识，死者甚多。将军杨作等将八月丙寅夜，大流星长数十丈，从守山东北坠襄平城东南。壬午，渊西溃，与其子修江戍，百骑突围东南走，大兵急急之，当流星所坠处，斩渊父子。城破，斩相国以下守及以千数，传渊守洛阳、辽东、代方、乐浪、玄兔、西平。注意吴书载渊表权曰：“臣服为遭天地反意，欲无望之。”运王禄位移，清策扰攘。自先人以来，历世汉魏皆元绩。会为国孝节，既是享任，得守反表，由之服命，未有忧归。美 PG 255。感厚恩，平入贤使，退念人臣交不越境，是以固守所执，俱为。遣使虽亦无二姓，感望大恩。陛下政府常存小国，前后陪校尉、葛都尉等道奉备敕，借圣旨弥密，众顽累素，幽冥备着，所以身世之事言提其耳。臣昼则欧营，宵则发梦，终身诵之，至不知足。寂寞凶荒，
乾坤否塞，宾格未及，人民荡息。仰此天命将有眷顾，思从一。余永瞻云日，今魏家不能采录忠善，包功臣之后，乃令缠斗的。行其志，听幽州刺史、东莱太守狂悟之言，违心周兵，图害臣。郡臣不复位而未决之，盖闻人臣有去就之分。田饶是其乐意走赵，以不得事主，故保有道之君。陈平、耿况亦因时变，卒归于汉，乐明帝籍。夫为陛下的不再出，时不世欲，是以楼楼怀木自纳，望远视险，有如敬意。成怨神，魔早定红叶，奋六师之事，收河洛之地，为圣代宗。天下幸甚，魏略曰国家之冤两端，而恐辽东利民为冤所误。故公闻下辽东，应赦之曰告辽东，玄兔将校利民，逆贼孙权遭。欲乱皆因其先人劫掠州郡，遂成群凶，自善江表，含垢藏疾。既其可化，故割地王权，使南面称孤，未以上江，离以久命。权倾插手，北向击丧，嫁人臣之宠，受人臣之荣，未有如权者也。狼子野心，告令南夷，卒归反复，被恩叛主，滔天逆神，乃敢见号，是江湖之贤祖王朱魏家。彼年以来，复原浅船，越渡大海，多持货物，狂诱边民。边民无知，与之交关，常立以下，莫肯禁止。致使周贺福州百骚，神至金案冒千有无，既不一句，既以明马，又使素书随贺通好。时事之意，犹有忠信，献君于恶，春秋所书也。今辽东玄兔奉侍国朝，欲亲托子以千百位数，代使垂缨，贤配应受，曾无匡正纳善之言。归欲毁于桥，虎四出于峡，是谁之过于？国朝谓子大夫修之，习胡涂有言：父教子二，何以事君？策名委职二乃。TG 256 T 也。成今乃阿顺邪谋，邪从奸祸，岂独父兄之教不祥？子弟之举习非尔已哉？若描绘害田，随风烈火，挚爱俱焚，安能白别乎？且又此事固然易见，不及见古成败书传所载也。江南海北有万里之县，辽东君臣无处替之患，利则亦所不利，贵则亦所不贵，此谓宴安乐之居，求为王之祸，见忠贞之节，众背叛之名，蛮莫之长，有挚爱礼，以此事人亦难为言。且又素书无罪，即使入吴，奉不义之使，使与家爵替弃而行。及至贺死之日，父系成山，书虽托死，魂魄离身，何佐逼迫，乃至于此。今忠臣列江，邪愤辽东反复西二，皆欲成福福海，其余四亿，正为天下父母，家念天下心定，既不欲劳动。干戈远涉大川，费亦如彼，又到边陲移于黎明，迷雾如此。故遣郎中颤慎、少茂等，且先奉诏示意。若古公忠良，能效竭力，信以辅食君，反邪旧政，以建大功，福莫大焉。倘恐自贤以畏恶，逆所见染污，不敢畅言，永怀一期。其诸与贼使交通，皆赦除之，与之更始。著二位略载渊表曰：臣前遣校尉素书，郎中令孙纵，甘言厚礼，以诱无贼。信赖天道扶助大魏，使此贼虏黯然迷惑，唯利群下，不从见。诚信臣言，远遣传使，多将士卒来至，封拜。臣之所执，得如本志，虽忧罪性，思怀幸甚。贼悉本号万人，书纵四察，可七八千人，到踏京。为使者张弥、许燕，与中郎将万泰、校尉裴潜将吏兵400余人，积文书命服食物。
吓到陈俊。嗨，前别机制疑货物，欲因是马。君将贺达于兹，领于西在传所。陈本欲须良节乃取米等，而米等人兵稀多见。臣不便承受无命，亦有猜疑。据其先作变态旺生及进兵为取斩迷燕太前等首级，其力从兵西皆是无小人给，使东西不得自由，面伏起将不忍诛杀，折听纳寿喜冲边。 PG 257成别遣江韩琦等绿江三军持行至榻，石领长石刘远设兵主，李又请达兹三军潜伏以待旗下，又驱群马货物欲与交市。达兹怀疑不下，使诸士埋者五六百人下欲交市。其等金鼓使阵风使乱法，斩首三百余级，被创覆水没逆者可二百余人。其散走山谷来归将及藏窜饥饿死者不在数中。俄营印同应兵器资货不可胜数，仅遣西曹院公孙恒奉送贼权所驾。陈杰应受符册酒席食物及米等未结应受首级。又曰素书孙纵前到吴，贼权问陈家内小大书纵对。臣有三席，休别蜀王帝。权感奸巧，便善拜命。仅封送应受符册。臣虽无袭人袭耳之风，残为贼权污损所加即行天诛。犹有余愤。又曰陈富康袭杀权使，皆未酬戏。今乃决。七以使幼稚令权倾心，虚国节禄，远命上卿宠受即位。震动南土，背尽礼数。又权代书纵气阔委屈君臣上下。必欢结情。而令四使剑杀萧氏万里是西琉璃屠戮金主。残持远步痛入弥天。权之怨极将克击骨。若天衰其业使至丧陨，权将内伤奋击而死。若其运未弃将剥毒士必恐长。共来未寇害徐州诸屯及城阳诸郡与相接近，如有传息后年。向海门得其消息，起诉告臣，使得备御。又曰臣门户受恩时身时重，自陈诚涉及事以来，连被荣宠殊特无量。分当允月竭力致死。而臣狂于意计迷案，不及擒贼以至。见疑。前张表所陈情去世事，时旦欲罢毙此贼，使困自绝成。不敢背累世之恩，复见道之鲁也。而后爱憎之人，袁氏家屋，未生节目，足令民听疑于世虎。疑恩改爱，心动微怒，己至沉默，常未复舔。信赖慈恩，犹垂。三幼使得补过，解除千责。如天威远家，不见假借，早当迷。遂入先废寺，何缘自明，见此为功。臣既喜于世节得自身，斩悲于仇袭，至此变故，余不踊跃，未敢辨明。为陛下计重。PG 258。春日生权之人，除分赛戏，一米先戒，推金亮网，查臣本心。常令报代，咸分三权。又曰臣被俘光荣，恩情未报，而以罪性，自招浅怒。分当极路未悉射箭。所以月点鬼长未通于无成，自念穷迫报效未立，而为天威都法所加，常恐焉。忽不得自喜，故敢自缺替废于一年，前使又无知其必来权。知求郡既有年岁，出无畅达一言之应，今权的使来必不疑。至此一举果如所归。上清大熙，喜贺丰盛，才获禄于清国。即位，道见秦曲，流离死亡，先有余人，灭绝不返。此诚暴华，贼之风，摧金夸之巧，昭示天下，破损其业，足以残之矣。臣之楼楼念孝于国，虽有非常之过，亦有非常之功，愿陛下圆其。
余缺之谦，采其过毛之善，使得国恩保全忠实矣。著三位名臣奏载中领军夏侯献表曰：公孙渊昔年敢为王命，废绝计贡者，石峡两端，既是祖显，又护孙权，故敢。跋扈自虽海外，素书亲见贼权军西府库，知其弱少，不足平事，是以绝计斩贼之始。又高句丽、讳莫与渊未酬，并未扣钞。今外失无援，内有胡寇，心知国家能从陆道，是不得不怀惶惧之心。因思之时，宜遣使是以祸福。奉车都尉宗弘、武皇帝使使，奉使命开通道路。文皇帝即位，欲通使命，遣弘将妻子海归。乡里赐其车、牛、绢百匹。弘以受恩，归死国朝，古有含义，岂留妻子，身奉使命。公孙康遂称臣妾，以弘奉使称义，赐爵官内侯。弘姓果烈，乃兴于国，夙夜全权，念自解锁。冠族子孙，少好学问，博通书，既多所官舍，口论素洁，辩而不俗，复一典告，若出凶意。家世本俊，常在人右，比方世人素所敬服。若当遣使，以为可。使弘行，弘乃自旧土，习其国俗，未说利害，便足以动其意。民足以见其事，才足以行之，辞足以见性。若其既从，虽立生，知将其亡，陆贾之说未妥，亦无以远过也。欲尽远路，不宜事。PG 259。其计，将以笃疾，不宜废扁鹊，愿察于言也。著四无书曰：未遣使者傅荣，聂魁拜渊为乐浪公。渊计，必从洛阳海，与渊曰：使者左郡伯，使皆则勇力者，非凡人也。渊由是一步，荣魁至助学馆中，渊先以不其为之，乃入受拜。荣魁大步由是海洛言状，助五位书曰：渊之此便非独出简，遂未备。遣使谢吴，自称燕王，求位与国。然由令官署尚书自职于魏曰：大司马。常使陈郭兴、参军臣刘普等789人言：奉备今年七月己卯诏书，服毒恳切，今破散月，不知生命所当投错。兴等福字为省蝼蚁小丑，弃非实用，遭职千载，备受公孙渊足考以来。光明之德，惠泽瞻卧，滋润荣华，无寸尺之功，有复成之累。遂蒙褒奖，登名天府，并以奴简赴龙托骥，欲亲托子妃。腾云梯，感恩为报，死不择地。臣等闻明君在上，听政采言。人臣在下，得无隐情，是以因缘素让，冒犯素藩。郡在反表，逆而不羁，平息三州，转书废条，以功赏赐，遂用累役，虚号中国。然由跋扈、钱镠边陲，烽火相望，与席相待，城门骤闭。路无行人，周郡兵戈奔散覆没。渊祖父渡出来临郡，承受荒。残开日月之光，见神武之略，举乌合之名，扫地卫业，威震要于殊俗，德则备于群生。辽土之不坏，十度世赖。孔子曰：为管仲，吾其被发左肩。相不遭度，则郡早为丘墟，而名系于鲁庭矣。遗风于爱，永存不朽。度既轰卒，立民感慕，心代子康，尊而奉之。康见孔弘绪客状徽游，文昭武烈，迈得种人，乃兴今年意义前公左国平乱，孝基纷纭，公龙势大，勋藏王府。度康当职，武皇帝修民之会，合策民之计，家府汉室，降身委职，卑己事。魏肥楚小宴大，卫而弗焉，乃木托高峰，怀养圣意也。武皇帝虚心接纳，待以不次，公无惧隙，美不见望。
用命之约 PG 260。还悲土地，歌以复君，世世子孙，食得有之。皇天后土，时闻的音，陈述小大，欲在下风，奉以周旋，不敢失坠。渊生，有蓝石之姿，少含凯替之训，允文允武，终会且直。声名清扬，莫服怀爱。渊算戎足考，君临万民，为国以礼，熟化流行，读。见先英，罗杰侠方，秦王之意，视显如仪，世载忠亮，不允绝。明，孙权慕义，不远万里，连年遣使，欲自结缘，虽见绝杀，不念旧怨，先先往来，求承恩好。渊直结迷故，不畏力回首。至匪时，却忽迷奸，犹惧担心未见保民，乃卑辞后壁，又至权。是萧杰献国，已是吾二。吾虽在远，水道通利，举凡便至，无所隔限。渊不顾敌仇之深，念存人臣之节，绝强吴之欢招。侍卫之心，领旨明鉴，普天贤文。陛下加美宏烈，一资武功，但其丘命，崇雅齐鲁，下级陪臣，普受戒服。诚以天父之恩，方足重使，得结古功，永保禄位，不逾一旦，横背残酷。唯欲养之后，念积累之效，悲思不遂，痛切见气，举国号。好，抚音泣血。夫三军所伐，蛮夷戎狄交易不前，于是至武。不闻一国反受诸讨，拜圣王之志，五福之欲，有不共直，则休。闻得而又不至，然后征伐。渊小心翼翼，克功于魏，勤侍奉，上可谓免矣。尽忠节节，还被患祸。小辩之作，离骚之心，皆由此也。救祸宁邪，道言恐干，犹当清懒，增而知善。禅巧，四直，祸乱圣听，上望文告，使之所由。若信有罪，当垂三幼。若不改悟，济功减将，当在八义。而前军四袭，大兵焉至五，割长驱，冲击辽土。犬马饿死，况于人类？利民昧死，错入亡。师渊虽藩往，方临危殆，犹是圣恩，怅然众奔，既必奸臣剿。至望似微虐，乃谓臣等曰：汉安帝建光元年，辽东蜀国都。魏庞奋受三月以为诏书，约收幽州刺史冯焕、玄兔太守姚光。推案无以为诏书，遣侍御史幽州牧收考奸臣剿治者。今刺史或倘谬成剿治乎？臣等亦以为刺史兴兵，摇动天下。PG 261。待非剿治，必是诏命。渊乃抚养叹息，自伤无罪。身为土地所，以养人，切慕古公帐策之奇，乃欲投冠世服，是归领路。臣等维持，视之已死，屯守府门，不听所职。而欺隐虎视，吾不瞒。宜各怀素宝，不谋同心，奋臂大呼，排门遁出。近郊农民，视其懦薄，伐心至挺，改案未鲁，兵士负难，军旅行程，虽到。汤火死不顾生。渊虽见孤气，怨而不怒，彼遣赤军，勿得干。范即手书告与恳策至诚，而力士凶悍，不可解散，其余必命投死无悔。渊惧力士不从教令，乃攻持物自往化解井，乃止之。一犯之会，匹夫所死，况渊累业性解百姓，恩者民心。自先帝初心，元祭陛下，荣渊累业，丰功义德，策民褒扬，便者郎庙，圣衣举履，宋永明文，以为口实。埋而绝之，古人所使。小白重耳，衰世诸侯，游牧卓信，以龙霸业。诗美文王，作福万邦，论语称仲尼去时存信。信之未得，故意大矣。今吾蜀共地鼎足而居，天下摇荡，无所统一，臣等每为陛下据此。维新
冤据京城之故，仗和睦之名，国因兵强，可以横行。策云伟直，守死善道，忠志义尽，为九州表。方今二敌窥焉，谓知孰定，是之不戒，而冤是害。如柔兔刚，非王者之道也。臣耿虽鄙，诚切齿之。若无天乎，臣疑俊吉凶，尚未可知。若云有天，亦何惧焉？臣等闻是于家者，二世则主之，三世则君之。臣等生于荒邑之土，出于圭斗之中，无大源于魏，是立于公孙。是报生与赐，在于死立。其蒯通言直，汉祖射其诸。正瞻此，舜竟闻缘其死。臣等玩于布达大捷，苟执一介，披露肝胆。言逆龙鳞，罪当万死。唯陛下恢宠抚育，量其控告，使疏远之。臣永有保持。著六汉晋春秋曰：公孙渊自立，称少汉元年。闻魏人将好，复称臣于吴，起兵北伐以自救。吴人欲戮其使，杨波曰：不可，是似匹夫之怒而捐霸王。 PG 262之计也，不如因而后之，遣其兵前往以要其城。若未伐渊不克，而我军远赴，是恩节狭夷，一盖万里。若兵连不解，首尾离隔，则我虏其棒郡，驱掠而归，亦足以治天之法，暴雪囊事矣。权曰：善。乃勒兵大出。魏渊使曰：请嗣后问，当从简。叔必与弟同休戚，共存亡，虽陨于中原，无所甘心也。又曰：司马懿所向无前，身为帝忧也。初，渊家数有怪，犬冠则降衣上屋，吹有小儿争死赠中。相平北服生肉，常为各数尺，有头目口惠，无手足而动摇。战曰：有形不成，有体无声，齐国灭亡。十度以中平六年聚辽东，至渊三世，凡五十年而灭。一著一位略曰：使渊兄晃魏公认子，再落文渊劫夺公位。魏渊中不可保，数字表文，欲令国家讨渊。必以渊以秉权，故因而辅之。即渊叛，遂以国法系晃。晃虽有前言，既不作然。内以骨肉之渊破，则己从疾。渊守道，晃自审必死，与其子相对啼哭。时上意欲活之，而有司以为不可，遂杀之。张燕，常山真定人也，本姓楚。黄金起，燕何惧少年未群。告在山泽闲转工，还真定西万余人。国临张牛角一起西，自号将兵从事，与燕合。燕推牛角为帅，据攻引逃。牛角为飞，使所中被创且死，令西奉燕，告曰：必以燕为帅。牛角死，西奉燕，故改姓张。燕票汉节速过人，故军中号曰飞燕。其后人西秦广、常山、赵郡、中山、上党、河内诸山谷皆相通。其小帅孙清、王当等各以不惜从燕，西至百万，号曰黑山。灵帝不能争，河北诸郡被其害。燕遣人至京都起降，拜燕平南中郎将。一世后，董卓迁。PG 264。天子于长安，天下兵数起。燕遂以其西与豪杰相结。袁绍与公孙瓒征冀州，燕遣江度长等助赞，与绍战，魏绍所败，人西烧。散，太祖将定冀州，燕遣使求左王师，败平北将军。绿溪一夜，封安国亭侯，邑五百户。燕薨，子方嗣。方薨，子荣嗣。二注一九州春秋曰：张角之反也，黑山、白坡、黄龙、左孝、牛角、五路、低根、苦求、刘石、平汉、大红、司隶、元成、罗氏、雷公、浮云、飞燕、白绝、杨凤、余毒等各起兵。
大者二三万，小者不减数千。灵帝不能讨，乃遣使拜阳奉未黑。山校尉领诸山贼得举孝廉纪立。后遂弥漫不可复述。点。月曰：黑山黄金诸帅本非官盖，自相号字，为其白马者谓张白旗，为清洁者谓张飞燕，为升大者谓张雷公，其饶虚者则自称于低根，其眼大者自称李大木。张凡汉纪云：又有左校郭大贤，左资丈八三部也。驻二路基进惠帝起居住曰：门下通事令史张陵、飞燕之曾孙。陵与赵王伦未乱，未及周年，未至尚书令、忏将军，封郡公。寻魏伦所杀。张秀，武威祖立人，骠骑将军季卒子也。边章韩遂未乱，凉州京城取胜，袭杀祖立长刘卷。秀未献力，贤四杀胜，郡内一之。遂昭和少年，为义中豪。节，董卓败，寄于李傕等及吕布，为卓报仇。羽在卓船，秀随。寄以军功稍迁至建中将军，封宣威侯。寄屯弘农，士卒饥饿。南宫攘为刘石所终死。秀领其妻屯宛与刘表和。太祖南征，君御水，秀等举西将。太祖纳季妻，秀恨之。太祖闻其不悦，密有杀秀之计。季漏，秀掩袭太祖。太祖军败，二子没。秀还保攘，疑太祖比年攻之不克。太祖据袁绍于官渡。PG 265。秀从贾诩季，复以西将。于在许传。秀至，太祖执其手与欢宴，为子君娶秀女，拜阳武将军。官渡之役，秀力战有功，迁破羌将军，从破袁谭于南皮，复增一凡二千户。是时天下户口减号，食材一在珠江封未有满千户者，而秀特多。从征乌丸于柳城，未至轰，是约定侯。二子全嗣，坐与魏凤谋反诸国除。祝一父子曰：秀有所亲胡车儿，勇冠其君。太祖爱其骁，见手以金与之。秀闻而疑太祖欲因左右赐之，遂反。吴书曰：秀将凌统用贾诩计，其喜军就高道，道由太祖屯中。秀又曰：车少而重，岂得使兵各备甲？太祖信秀，皆听之。秀乃言兵入屯，掩太祖。太祖不备，故败。驻二位略曰：武官将数因请会，发怒曰：君杀无兄，何忍持面视人邪？秀心不自安，乃自杀。张鲁字公齐，沛国丰人也。祖父林克蜀，学道古名山中。造作道书以惑百姓，从受道者出五斗米，故事号米贼。临死，子恒行其道。恒死，鲁复行之。益州牧刘焉以鲁为都邑司马，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及汉中太守苏固，鲁遂袭丘杀之，夺其息。焉死，子张代立，以鲁不顺，竟杀鲁母家室。鲁遂据汉中，以鬼道教名，自号师君。其来学道者，出皆名鬼族。受本道以姓，号祭酒，各领不息，多者谓至头大祭酒。皆教以诚信不欺诈，有病自守其过，大都与黄金相似。诸祭酒皆作，一舍如今之停船。又置一米肉，献于一舍，行路者粮腹取足。若过多，鬼道者并之，犯法者三元，然后乃行刑。无至常例皆以祭酒未至，民一便乐之。雄惧八汉垂三十年，一汉末力不能争，遂就重鲁卫。PG 266。这名中郎将领汉宁太守通贡献而已。民有地中得玉印者，群下欲尊鲁卫汉宁王。鲁公曹巴西言普见鲁曰：汉川之名。
户出十万，财富土沃，四面显固。上匡天子，则未还。文四，及窦荣，不失富贵。京城治蜀制，士卒斩断，不凡于王。愿且，不称勿谓祸先。鲁从之。韩遂、马超之乱，关西民从子午。古奔之者数万家。注一点略曰：西平中妖贼大起，三府有洛药。光和中，东方有张角，汉中有张修。洛药教民免逆法，角为太平道，修为五斗米道。太平道者，施持酒结账为扶助，叫病人叩头思过。因以符水饮之，得病或日浅而愈者，则云此人通道，其或不愈，则谓不通道。修法略与矫同，加施进士，使病者处其中思过。又使人为监令祭酒，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，使都习，号为监令。为鬼吏，主为病者请导。请导之法，书病人姓名，说服罪之意。作三通，其一上之天，者山上；其一埋之地，其一审之水位。知三官手书，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，故号曰五斗米师。十，无异于治病，但未淫妄，然小人昏于尽共事之。后脚被诛，修义亡。吉鲁在汉中，因其民性情修业，遂增事之。教使作义，舍以米肉至其中以止行人。又教使自饮，有小过者当治道，百步则罪除。又依月令，春夏禁杀。又禁酒，留一祭在其地，者不敢不奉。陈松之谓张修应是张衡，非典略之师，则传写之物。建安二十年，太祖乃自散关出五都征之，至阳平关。鲁豫举汉中将，其地颤不肯，率悉数万人据关坚守。太祖攻破之，遂入蜀。一鲁闻阳平已陷，将击散归降。普又曰金以破网攻必清，不如依杜冠、杜护赴蒲湖相聚。然后 PG 266尾直功必多，于是乃奔南山入巴中。左右欲西烧宝货仓库，鲁曰：本欲归命国家，而意未达。今之走必瑞丰，非有恶意。宝货仓库，国家之有，遂封藏而去。太祖入南郑，甚加之。又疑鲁本有善意，遣人未遇。鲁晋江家出，太祖逆拜鲁镇南将军，代以克礼，封郎中侯亿万户，封鲁五子及严普等皆位列侯。二位子彭族娶鲁女，鲁薨，是之曰元侯。子父嗣三，著一位名臣奏宰董昭表曰：武皇帝乘凉州从事及武都匠人之词，说张鲁义公阳平城下南北山相远，不可守也。信以为然，即往邻旅，不如所闻，乃叹曰：他人商度，少如人意。公阳平山上诸屯，既不识拔，士卒伤夷者多。武皇帝一举便欲拔军截山而还，遣故大将军夏侯惇、将军许褚呼山上滨海，会前军未还，夜迷惑，误入贼营，贼便退散。是中兴、皮、刘烨等在兵后，与敦、楚、严官兵已聚得贼要屯，贼已散走，犹不信之。敦遣自荐，乃还白武皇帝，进兵定之，信而克获。此进士历世所知。又杨继表曰：武皇帝始征章，鲁以十万之息，身轻灵旅，只受方略，因救民卖以为军粮。张颤之手，盖不足言。必显手艺，虽有精兵虎将，是不能失。锐兵三日，欲抽军骸，言作军三十年，一朝持与人如何？此计已定，天作大位，鲁手自坏，应以定之。是语曰：卢前五官愿将，地颤横山驻阳平城已聚，王师不得进。卢走吧。中军粮尽，太祖江海西曹院东郡郭臣曰：不可。
卢以降。刘史记未反，忏虽不同，偏悉可攻。献军深入，以进必克退，必不免。太祖疑之，夜有野迷数千徒坏忏营，军大惊。夜，高作等物与忏西域作等多名鼓角会稽，忏惧以为大军见眼，遂降。PG 267。助二臣松之以为张鲁虽有善心，要为败而后降，今乃宠。一万户五子皆封侯过矣。洗澡齿曰：鲁欲称王而言普见。只知今封普位列侯。夫赏罚者，所以惩恶劝善也，苟其可矣。民鬼逊于物，吾远近忧身矣。今言普见鲁勿亡，而太祖追封之。将来之人孰不思顺，在其本源而莫留自止，其此之谓与？若乃不明于此而重交滥之功，封爵后赏止于死战之事，则名利与有。乱俗尽于杀伐，祖兵仗力，干戈不及矣。太祖之此封，可谓至赏罚之本，虽汤武居之，无以加也。魏略曰：皇初中，曾普决议在李寝中，后十余岁病死。晋书云：西戎司马颜纂，普孙也。著三魏略曰：刘雄明者，蓝田人也。少以采药涉猎卫士，常居赴车山下，每乘夜出行云雾中，以示道不迷而食人因，未知能为云雾。郭李之乱，人多救之。建安中附属州郡，州郡表见为小将马超等反，不肯从，超破之。后议太祖，太祖执其守卫之曰：孤方入关，梦得一神人，即倾斜。乃后李之表拜卫将军，遣令迎其部党，部党不遇将，遂结以返。诸王命皆往依之，有悉数千人，据武关道口。太祖遣夏侯渊讨，破之。雄明南奔汉中，汉中破，穷无所知，乃复归降。太祖捉其婿曰：老贼真得如矣。复其官，徙渤海，时又有成营。侯选、李堪皆河东人也，兴平之乱，各有西千余家。建安十六年，并与马超合，超破走，堪陵臣死。营选南入汉中，汉中破，一太祖将皆复官爵。平曰：公孙瓒宝京坐待一灭，度残暴而不竭，冤人业矣。宰兄低足负其足也。豪谦昏乱而忧死，张扬受首于臣下皆。永据州郡，曾匹夫之不弱，故无可论者也。燕秀卢舍群道，列功臣去为王，保宗嗣，则与彼未遇焉。PG 268。三国志卷九魏书九。诸夏侯曹传。夏侯敦字元让，沛国谯人，夏侯婴之后也。年十四，就师。学。人有入其师者，敦杀之，由是以列弃文。太祖初起，敦长。为皮将，从征伐。太祖行奋武将军，以敦为司马，别屯白马。迁折冲校尉，领东郡太守。太祖征陶谦，留敦守濮阳。张邈叛，迎吕布，太祖家在鄄城，敦清军往复，是与部会交战，不退，还遂入濮阳，袭得敦军辎重。遣将卫将共执持敦，则以保。或敦军中震恐。敦将韩浩乃勒兵屯敦营门，赵军立诸江皆安甲当步不得动，诸营乃定。遂一敦所斥持职者曰：庄等凶逆，乃敢直节大将军，复欲望生邪？且无受命讨贼，宁能以一将军之故而纵辱乎？因涕泣谓敦曰：当奈国法何？促赵兵及持职者。持职者惶惧，叩头言：我但欲起资用去耳。好数则皆斩之。敦既免，太祖闻之，谓号曰：卿死可畏，万事法。乃着令，自今以后有持职者皆当并及，勿移职。
刘氏劫职者遂绝。太祖自徐州海敦从政吕布，为刘石所中，伤左目，复领陈留济阴太守加建武将军，封高安乡侯。十大汉黄崇起敦乃段太守水作皮，身自覆土，欲将士劝种道：民赖其力，转领河南尹。太祖平河北为大将军后拒，夜破。迁伏波将军灵隐如故，使得以便宜从事，不拘苛制。建安十二年，陆敦前后宫增封1800户，并前2500户。二十一年，从征孙权骸，使敦都督26军留居巢。自极乐名唱，令曰：“魏将以何荣之功，犹受金石之乐，况将军乎？”二十 ，PG 269。四年，太祖军击破吕布军于磨皮，赵敦常与同载特见卿众出入卧内，诸将莫得比也。拜前将军都诸军海寿春、喜屯赵林。文帝即王位，拜敦大将军，数月薨。敦虽载军旅，亲吟诗寿宴，性清简，有余才者以分诗，故足资之于官，不置产业。是曰：中侯子冲死，帝追思敦公欲使子孙必侯，分敦1000户，赐敦妻子二孙，爵皆关内侯。敦帝怜，及子毛素赐封列侯。初，太祖以女妻毛即清河公主也。毛立魏世忠尚书安西镇东将军，嫁节冲薨，子义嗣，义薨，子少嗣。韩浩者，河内人，即沛国使唤与浩聚以忠勇显。浩至，中护军唤至中领军，皆长进兵，封列侯。夏侯渊字妙才，敦族弟也。太祖居家曾有县官事，渊代饮重罪，太祖营救之，得免。太祖起兵，以别部司马齐东尉，从迁陈留颍川太守。即与袁绍战于官渡，行督军校尉。绍破使都偃遇徐州军粮，时军食少，渊传馈相济，军已复。镇昌时反，遣于禁及之，未拔。复遣渊与禁并立，遂即使将其食于屯，使亦进将。渊还拜点军校尉。济南、乐安、黄金、徐和、司马钜等攻城，杀长吏，渊将泰山、齐、平原郡兵籍罢破之，斩河平诸县，收其粮谷以给军事。十四年，以渊位行领军。太祖征孙权骸，使渊都诸将及庐江叛者雷绪、续破。又行征西护军，都徐晃及太原贼，攻下20余屯，斩贼帅商耀、屠其城。从征韩遂等战于渭南，又督朱灵平于迷水干干。第一与太祖会安定，降阳丘。十七年，太祖乃还业，以渊行护军将军督朱灵、陆昭等屯长安，即破南山贼刘雄，降其众为遂超余党良心于户，拔之斩心，封博昌亭侯。马超为凉州刺史，为康于济。渊救康，未到康败，去计200余里，超来逆战，军不利。水干干 ，PG 270，逼反，渊引军还。十九年，赵渠、尹凤等谋讨超，将续起兵虏，成以应之。渠等决说超，使出即去，于后竟杀超妻子。超奔汉中，还为岐山。续等即求救，诸将义者欲须太祖节度。渊曰：“公在业，反复4000里，必报续等必败，非救急也。”遂行，使张合都部骑5000在前，从陈仓峡道入，渊自都梁在后。合至渭水上，超将堤枪数千逆河，未战，超走，合进军收超军器。谢。渊道诸县皆己将，韩遂在险清，渊欲袭取之，遂走。渊
收遂军粮，追至略阳城，去遂二十余里珠江峪攻之，获延当。攻兴国堤，渊以为遂兵精，兴国城固，攻不可足拔，不如及长。离珠羌，常离珠羌多在遂军，必归救其家。若舍羌独守则孤，就常离官兵的于野战，可避鲁也。渊乃留都江守辎重，清兵部。其道常离攻烧羌屯，斩获其众。珠羌在遂军者，各还种落。遂果就常离与渊军对陈。珠羌见遂众，恶之，欲结营作堑乃。于战，渊曰：“我转斗千里，今复作营堑，则士众罢避不可。”九，贼虽众，亦于耳。乃鼓之，大破遂军，得其精辉，还略。杨进军为兴国，帝王千万逃奔马超于众将，转及高平屠各，皆散走，收其粮谷牛马。乃驾渊捷。初，包罕宋建因凉州乱，自号何守平汉王。太祖使渊率诸将讨建，渊至，为包罕。越于拔之，斩剑及所至丞相以下。